早安啊，今天是3月3号，也就是木恩确诊的第四天。今天呢，我要改变策略，就是昨天呢，我是帮妹妹先做这个 ART， 但是今天呢，我是觉得我的喉咙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我是觉得我先让自己做，万一我 positive 的话。万一我 positive 的话呢，我就不需要帮妹妹做了，因为我根本连门都出不了。So， 先让我自己做吧。现在去叫妹妹起身吧。OK， 现在情况是呢，我是安全的，我就要帮她做 ART test 哦，又是一个灾难性的一次。要慢慢的，一点点来了。15分钟过去了，月西安全，奶爸安全，我去送他去学校吧。终于有时间坐下来了。刚刚送了月西去学校过后呢，我就忙着处理木恩的西门姐姐的早餐，弄了馒头，还有烧麦，还有泡了杯麦酪给他。听西门姐姐说他好像有不行了，身体酸痛，好像也有一点微发烧。哎。说真的，进去里面就等于感染几率应该是99%的，应该不可能在同一个空间内都不会中招吧，所以就牺牲一门水学了。 OK 啦，确实有点累，我要赶快吃完我的面包，还有喝了咖啡，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就开工。早上好，今天是第四天的早上8点钟，木恩看上去是精神奕奕。妈咪，I can play this game so well when 爸爸妈咪 and 妹妹 not here. Good night. Good night. So 奶爸已经准备好了早餐给我们， 就是麦油，还有就麦，还有馒头。我开始觉得我不舒服，有点低烧，然后身体有点肌肉骨头酸痛。我们就等个15分钟吧。吃完早餐，身体很不舒服，头痛，身体很痛，真的是需要休息一下。我就让木恩自由活动了。终于买好午餐回来了，买了菜饭2盒的 ART， 1盒的 paracetamol， 凉茶还有羚羊水，还有买了一些下午茶给他们。希望房间那两位熬得过了，我知道里面那两个很辛苦了。赶快吃完我的午餐，然后赶快去工作吧。忙，真的很忙啊！哎呀，又接到同事说他确诊了，真的是，好像每个人都确诊哎，怎么办？很焦虑。加油。我们来到了第四天的午餐时间。木恩有 favorite rice？ 他喜欢吃日本豆腐。西门吹雪已经没有力了，我还需要工作。哎呀，我在这里吃饭呢，刚才吃了药睡了一觉好很多，但是药效退了过后嘞，身体还是继续的不舒服。祝你 cover。So， 等一下我吃了饭再吃药再休息。现在时间是6点半，下着雨呢，去接了妹妹，还好今天的雨没有昨天这么大。我们打包了木恩最喜欢吃的豆腐和饭，而我和妹妹呢就吃面，就是这样子的啦。孩子们喜欢呢，所以我们就每次都会一个星期可能会有买一次来吃，然后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。外面下着大雨，如果喝点有汤的东西呢应该还不错。妹妹也是吃，她应该是肚子饿了，
对了 ，update 一下状况了。今天是工作真的是超级无敌忙，而且可能是工作关系就压力大，有点头痛。晚上还要继续。那首先呢，先和他去吃个晚餐，先搞定他。那我再 update 今天的状况吧，好不好？吃饭 ，Let's eat。Say hi. Hi. I am. Hi. Yeshi. Bye bye, Yeshi. Bye bye. Bye bye, here. You say bye bye.爸爸，现在时间是8点多，又是时候要准备宵夜啦。那今天准备的宵夜有彩虹蛋糕，他们应该会吓到吧。好了，总共有4片，就是他们这两天的宵夜啦。现在10点多了，哄完月熙睡觉过后呢，西门吹雪也赶快去睡觉。西门吹雪今天的情况有点糟糕，他就是有发烧，就是反反复复的，然后身体很酸痛啊，就很像打了疫苗过后他的表现，完全就是工作不到，然后也说不出话来啊，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他也不能出来，我也不能跟他交换去照顾木恩。木恩今天的情况很好，他没有发烧了，然后整个人都是很活跃。说木恩好了，就轮到西门吹雪，恐怕也因为木恩的病毒呢，传染给西门吹雪了。希望西门吹雪今晚吃了药过后呢，明天就会好起来。我的话呢，喉咙还是有点痒，咳嗽的话就是偶尔才会咳嗽，希望我是没事。月熙呢，他一切正常，所以明天呢继续给他做 ART test， 然后给他去上学吧，不然我真的工作的话忙不过来，现在都还在忙着工作，虽然现在要10点多11点了，就是这样啦，报告一下。所以希望 day 5会很好。今天是木恩确诊的第5天，脸脸站动作，等一下好不好？一样啊 ，ART test， 他比较早起来，本来是因为我要打算 ART test 过后呢，才叫他起来，怎么知道我起身的时候呢，他就叫我了，可能是迫不及待要去学校吧。15分钟过后呢，再来看成绩，该没有拍到，弄好他了，他一直在哭了，他一定是很讨厌我。为什么每天要擦他鼻子？好了，15分钟过去了，妹妹 negative， 来吧 negative。好了，我们出去了，好不好？送完妹妹去上学过后呢，情况还不错，她也表现得很好。刚刚也帮西门吹雪和木恩准备了早餐，西门吹雪就不舒服，就给她吃少一点，就是只有一杯麦肉，还有一粒面包。第5天的早上。你看到我没有戴帽就知道我已经被他感染了。什么？你这什么？昨天我在发烧、发冷、头痛、身体酸痛，一整天都在吃 Panadol， 今天比较好一点，但是我还在发烧，看到我的样子很惨，这个就精神奕奕。等下我还需要 test 一下，看什么的情况。他已经开始无聊了，喝个维他命 C 都在露台喝。2条线终于出来了，2条线，好了，幸亏到现在为止只有我和木恩是 positive 的。在外面的奶爸和月熙呢还是 negative， 这已经到第5天了，我希望他们一切都会好了，只要我跟木恩就够了，因为我月熙还小了，我也是会害怕，而且他痛他不舒服他不会表达，所以那会更糟糕。第5天的10点，他自己玩了一轮过后，我就让他看 Netflix 吧，
因为我自己本身已经没有力了，只有喝康熙才不会打扰到我休息。现在是午餐时间，今天真的是很忙，拜五 usually 就是很忙的一天，今天大概有5个会议吧，啊，每个拜五都是在忙。在处理公事的时候呢，也赶快吃了我的午餐，今天午餐还是鸡饭，真是很对不起房间那两位。我知道西门吹雪今天确诊了， so 真的对不起他，因为真的是抽不到时间去买别的午餐给他们，或者等一下开完会过后呢，我会去买点凉茶给他们，买点果汁给他们去补充点营养吧，希望他们都可以尽快的痊愈。今天的午餐是鸡饭，他又是吃了好久好久都还没有吃完。我快点咬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我就继续叫他吃饭。第五天的5点，看他精神奕奕，他骂骂我就没有精神了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再看着儿童卫生常识翻翻书，里面就讲到新型冠状病毒，就是我们的 COVID-19。我们现在，我们中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，现在它在你身体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还这样开心？妈咪的声音又变了。所以就顺便跟他看一下这本书啦。我没有精神，我也是要跟他 entertain 啊，没有办法。有小孩一起中病毒就是这样子啦。你看呢？我这样休息，要死哦！啊，不要掉下去啊！不要担心，在床上不要这样子玩。对了，我们在等晚餐。又是晚餐时间啦！晚餐呢，我们今啊有啦卡。而我们今天呢，也是打包了木恩、西文垂雪还有月西很爱的日本餐哦，有一个牛肉的 don， 还有鸡肉 karage don， 还有另外一个是 teriyaki salmon。蛮不错的，希望他们吃得开心啦。那今天呢，有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呢，我刚才接月西的时候呢，老师说他有点轻微的发烧，就是温度比较高了，37.2左右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再观察多一下，希望微妹是没有事了。Are you OK？ 他讲他 OK， so 应该 OK 吧？可能晚上要做一个 ART test。要 no test 吗？他说不要，我们再看怎样吧。然后 no test， now 啊，再看怎样吧。再给他喝多一点水，希望观察他。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再跟你讲。晚上的时候呢，我再分享多一样事情吧。What bag？ Tissue？ Bag。这个 tissue？ Bag。什么 bag？ 有吗？有。What is this? Wait, what? 水壶啊 ，water bottle 啊，原来是 water bottle。OK 了，晚上再 update。有我们爱吃的一级棒 bento， 这个是有小焖的鸡肉块，点猪肉片，饭。爸爸有另外煮的小白菜，给我们营养丰富。我在睡觉吗？OK， 你要姐姐吗？啊，可以去拿姐姐。现在是第五天的晚上，木恩第五天，我的第一点。他的状态是
没有什么大碍，但是忽然间今天他的嘴唇上面就多了几个凹色，可能 COVID 真的会让人锐气吧，就买了凉茶给他。而我呢，昨天是比较辛苦，今天早上醒来就比较好。那现在呢，我发觉到我的嗓又嗓回去了，然后开始咳嗽，我已经咳了两粒拍奶豆，就打算早点睡觉了，就是这样。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2点，终于忙好工作了，唉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如此的忙，真的有点对不起木恩和西门这些。我因为没有时间出去买食物或者是煮一些食物给他们的，导致呢他们这几天呢都是吃鸡饭啊菜饭。星期六的话呢，可能就会选择煮一下饭再看一下怎样吧，毕竟还有个妹妹在家里，所以是需要长时间来陪她玩的。因为姐姐不在呢，所以她通常都会需要多一点陪伴。那 update 一下西门翠雪，西门翠雪今天很好笑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 IG 不是给人家盗用，他的 IG 是给一个陌生人 scammer 偷了他的照片，然后自己去开一个户口，然后就 add 完了所有我们认识的朋友，然后就是一样咯，他会 text 那个朋友说，哎，你有没有电话号码？当有人号码的时候呢，他会说这个是一个Lazada 的一个比赛，就是他用你的电话号码，他传一些号码给你，叫你给回他。不要相信这种东西，西门确实真的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东西，他也不舒服去做，所以肯定100%。那里有人确诊了，还去做东西骗人，希望大家不要受骗啊。那今天妹妹的话呢，就是 negative， 但是呢，我刚才摸了她一下她的身体，她的身体还是有点发热，希望妹妹会没事，不然的话半夜我可能就要起身去喂她药。看啊，真的有点累了，虽然是说要以正面的角度去面对这件事情，但是当遇到工作上很繁琐的事情，就算到了晚上12点都还要需要工作。生活上他们两个在确诊了也不好受，妹妹也好像有点状况，家务还有一大堆，真的不是想说用正面的角度都能去面对它，需要一点体力，需要一点正面上的思维吧。毕竟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有苦也难说啊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